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开始吧。探测功能启动。杨玲玲，你手榴弹的插销有点松脱了哟。朱珊珊，你一次性网拍那么多东西，老板他肯定不会帮你付钱的。于火火，你什么时候又偷偷的把飞船引擎给拆了呀？就林件，就林件，就林件而已。你去探测其他人吧。超人强早上没刷牙，猪猪侠口袋里藏了五根棒棒糖，然后波比他偷穿了超人强的内。够了，够了。看来阿武的探测能力也恢复了，我们还是进行下一项测试吧。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吗？阿武能像我和神木原一样能合体吗？对呀，可以吗？也是需要 X 晶石吗？合体嘛，比较需要能源，而能源嘛，是星魔守卫，为什么会到这里呢？肯定是因为你们之前破坏了他们的环保回收更新站，现在人家来算账了。万一主舰被发现了，就惨了。我得马上回去启动潜航模式才行。博士，你先用我的小飞船赶回去吧。那你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摆脱敌人后，我会坐其他人的飞船回去的。那你们要小心点哦。你好久不见，我的老朋友。你这个人怎么老是不请自来呀？迷惑，你们在我的地方撒野，还破坏我的机器人，我来讨个说法也很正常吧。怎么了？空间折月失灵了？你不老也喜欢乱动人家东西吧？好了，咱们算扯平了，你走，不送。哎呀，总算安全了。不知道迷糊博士情况怎么样了？都这么久了，还不把坐标传给我们，真是不靠谱啊！你们快逃啊！迷糊博士！普利斯！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你为什么出现在飞船上啊？你来做什么？你把迷糊博士怎么了？你是怎么找到飞船的？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你为什么看起来还是这么胖？闭嘴，吵死了。布里斯，你赶快放了迷糊博士。口气挺大的。真有本事就过来找他呀。我们赶快回去吧。但上空有很多星际飞船在巡逻。没事，我有个点子。准备就绪，出发。
舱门关了，进不去了。不用怕，前面是散热口，从那边可以进，看我的。散热口那么小，飞船怎么进去啊？看我的。哇，你干嘛？哎，这是我的飞船。哇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的老腰哦，这副老骨头都快散架喽。没时间休息了，我们赶快去指挥室救迷糊博士吧。老大别急，根据刚刚的通讯画面，里面还有普利斯，还有星盟守卫呀。不如把灯关了，然后偷偷把迷糊博士带出来。好，我们出发。我们分两路，菲菲和波比去断电源，我和猪猪侠去救迷糊博士。前面就到机房了。干嘛打我？我没有啊。你为什么打我呀？玲珑，我们开始吧。快抓住他们！怎么回事？快抓住他们！快行动吧！好。这手感！我抓住迷糊博士了，撤！太好了，撤！猪猪侠，你看，什么？怎么会是你呀？那就错人了。迷糊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优秀学生嘛？迷糊博士，迷糊博士，让你们赶快跑，为什么还回来？上吧，铁拳虎，机甲形态。孩子，出来吧。这是什么？介绍你一个新朋友，钢齿虎，体内装的就是你的超星核。超星核？哼，超星核我也有。他的招式怎么跟我一样？阿武，小心呐！还没结束，阿武。那就赶快结束吧，钢齿虎。
好强！阿武！迷惑看吧，这就是真货超星河和山寨超星河的区别了。你还真以为在那个专门用来倒垃圾的星球捡些破烂，随便拼拼凑凑就能造出一件能跟我匹敌的东西了？哼，猪猪侠，你们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，先逃吧。快给我追！抓住他们！他们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呀？他们回来了。猪猪侠，快逃啊！我们没能救出迷糊博士。普利斯有只很厉害的钢齿虎。钢齿虎！别说了，敌人来了。抓住他！哎呀，这时候看我的吧！牛火火博士。哼，知道我有机塑料的厉害吗？好厉害！它可比钢铁还要坚硬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它就是普利斯的钢齿虎，就是它打伤铁拳虎的。你们先逃，我加厚点墙壁就过来。火火博士，快走，不要管我。牛火火，当年我放你一马，现在还敢来坏我的好事？哈哈，有本事就来试一下，火火牌防火门，特殊合金打造，防火防盗防普利斯。钢齿虎，门的宇宙合金密度极高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是你们逼我的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刻